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今天备受瞩目的 4.6 上半，也就是仆人雷尼卡池的手游流水数据终于是出炉了。如视频所示，这第一天的涨势还算中规中矩，435,000刀，是上期千只池的两倍。不过在纳维莱特万夜卡池的最后一天，流水竟然还小小的反弹了下，这情况倒是极为罕见。只能说水龙王虽然挂零了，但卡池坚挺程度远超一般角色。当然流水预估折线图顶多只能图一乐，大家还是要以后面商店排行榜的数据为准。目前原神是在全球87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前10人气四大区里，国服是于第一时间超越王者荣耀、和平精英问鼎榜首，美服是冲到了第四，日服是成功超越碧蓝档案一波登顶，韩服虽然稍逊色了点，但也取得了榜单第三的好成绩。那接着就是卡池超一本线的数据了，一本线解析详见评论区置顶。如视频所示，本期的仆人林尼池是于昨天上午10点正式开池，但在下午3点的第一波数据统计中就已经荣登排行榜榜首，并一直霸榜到老黑今日视频制作时的凌晨3点。那算算时间的话，应该是有12个小时之多了。再结合云原神目前的排名是排在榜单的第31位，其实这数据就近乎持平于往期水龙王的首发卡池了。所以本期仆人的流水，老黑保守估计最少也应当能有个60+小时的好成绩。最后努把力能超越水神再创奇迹也不是没可能啊。然后就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论坛老哥群魔乱舞死鸭子嘴硬的经典留言环节。这是卡池刚更新第一波数据还未统计完全时的评论，大胆预言这波仆人池肯定要挂零。你们想啊，那么无敌的水龙王都能挂，就这不如一转一喷的流水能好到哪儿去？不留后路，就跟上次赌千只挂零一样。这就是我对老米的自信。大家都抽到仆人没？一启动有霸体，这强度真的是太高了呀，才怪。我抽的其实是隔壁的小女仆秦诺，这见习侍奉的新时装不爆杀你那捂得严严实实的仆人，开服老灯也要爆一点米了。仆人挂零就送3张月卡，只不过送的是陈白的呢。然后是3点以后卡池一波登顶后的评论，不管了，这波我就是要开香槟，全力支持原神的运营策划，请务必再加大力度，以后就放心出你那黑丝小男孩吧。反正我们这种声音大米还少的麻辣仙人你也看不上眼，那就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呗。大伙也不用太过失落，要我看老米现在的大牌已经全打完了，仆人以及愚人众执行官，这其实都是当年巅峰时的最后遗产，但目前看策划已经完全打崩了呀。首先传说任务的剧情刻画就迫于俗套，属于是那种看头之尾的新王战旧王顺带祭献好基友的套路剧情，还把旅行者当垫子。不是我说，咱们原神的男主怎么就那么费拉不堪呢？你这7国都逛完5国了，怎么还能让仆人一招撂倒？战力系统完全崩溃了呀。当年在离月还能暴打公子，在到期还能 KO 女士，然后在须弥被一棒子打晕，现在又被第四席的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实力就这，怎么救妹妹？怎么挑战天理？崩了，剧情完全崩了。后面的火之国纳塔，我倒要看看你老米该怎么收尾。那最后就让我们看一下卡池抽取情况吧。如视频所示，首日共计是出了32,716只仆人，1,045只林尼，两者的比例约为31:1，差距甚为悬殊。这位昔日枫丹开服的火系大 C， 现在竟然连他父亲的零头都比不上，真是有点隔壁崩铁池的既视感了。武器池的话，仆人专武比林尼专武多出货2,400多把。五星角色里，本期歪道最多的依次是克晴、迪卢克、提纳里、迪西亚；四星角色里出货最多的依次是菲米尼、林尼特、香菱。那不知道各位老哥，你们觉得本期仆人的这波流水能超越水龙王，再创水神弗宁纳池的奇迹吗？欢迎一起来讨论哈。